中秋烤肉亲友相伴 so happy， 但在大口吃肉前先倒转一下，从生火步骤重新来过，一般人生火大概都是这样，要放火种，然后也不要太密封，因为氧气要进去。腌肉步骤也不能少，像吃烧烤店等级的盐葱酱自己来做，青葱洋葱切碎后依照比例加入盐跟黑胡椒，再淋上热油，搅拌之后放进冰箱冷却两个小时就完工。若想要更健康，家里有柚子的就把柚子剁成泥，和酱油味蓝以1:1:1的比例调和就可以倒入腌肉。烤肉酱的使用上面，我们不建议边烤边涂，因为这样容易产生致癌物质。当食物烤熟之后再去刷我们的烤肉酱。烤肉时摄取也要均衡，营养师就建议可以参考地中海的饮食习惯，多吃彩色蔬果，用生菜取代吐司夹肉，多些蔬果跟圆形食物。哦，我会配蔬菜，因为其实只吃蛋白质对我们健康不好，所以说我们要摄取一些纤维助于消化。中秋烤肉严选食材酱料，别疯狂大吃大喝，过完中秋直接圆一圈。由王俊杰、曾景成台中采访报道。